柔塞和秀智再次出现 Lovestagram 巧合。秀智为了宣传电影 Wonderland 晒出许多与朴宝剑的照片，在这些可爱的拍立得中，网友们发现秀智和 Blackpink 柔塞穿着同款上衣的细节，让大家再次提起两人恋爱说的传闻，也让 Blink 和秀智粉丝笑翻。柔塞和秀智的绯闻最早在2020年传出，因为两人在同样的日期一起上传机舱内美照，还有在同一地点拍摄照片，以及秀智煮玫瑰意大利面甜甜说出柔塞的瞬间，都让粉丝们超心动，开玩笑说秀智在偷偷晒恩爱，这让柔塞秀智交往也成为韩国网友的迷因梗，但也有不少粉丝纷纷献上祝福，还称赞两人是真正的视觉情侣，华丽的外貌十分般配，希望两人永远幸福。